吧。嗯，可我为了我表妹，我牺牲极大，我竟然跟她陪她玩两种。Oh no no no, it's not. 也是不要撞我头啊！不要撞你头，不要撞我头，不要撞我头。这你呀、啊，狗狗色这样多，像我脸不是在变狗狗色气哎、欸？你啦。我不想看那种眼睛的，我看我的电筒比较好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知道这种感觉没有？嗯，我很开心。有颜色吗？有有没？你也不能，你也不能上色。你过来点，你走过来。丢掉！你的发，你的头发，给它扫起。嗯，要遮瑕。你有遮瑕吗？没有，我可以帮你遮瑕。作为一个专业的。我觉得整个你的脸整个最美就是嘴唇的。等一下我给你整个脸都是最美的，你擦一下鼻子里面感受到是什么、啊、那有人涂狗狗色在脸啊？就没有，我就是那个、啊、你觉得很好玩哦，我都已经明白你的心情了。等下我涂过后，我脸什么都要加班，什么？看我，我要加什么颜色？你自己抓。你有颜色也就这样多。谁家 ？Skid 很多颜色，我要宝宝色。冰卡都加宝宝一边吗？没有什么，就宝宝冰，加宝宝冰。我不太能出色，没有，我觉得它只能在水里面出色比较快，不能要放在水。不要紧，我直接压起来呀，洗一下。哇，毛笔，跟我上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。什么风格？我三个影片风格，是，你要刘海要在，来看我呀，亲爱的表姐。如果你刘海会冻到天天，天天呢？你不要画到我的眉毛那边去咯。你会画，你会画 eyeshadow 吗？我是一个没有画过妆的人。可以啊，相信我。好可以啊，我相信我自己。你也要相信我。啊，我给你画个烟熏妆。然后这一次聊天，我终于理解，我终于知道了，这应该放水不能融化。So， 你要把它像调色盘一样，滴在手上。我感觉脸才生无可恋了，我感觉。眼睛张开。我的。小姐，请问你画对位吗？然后你脸过来，脸要这样子。有，烟熏妆那里是这样画的。哎，等等啊！这样画来我们要，你画到太后面了。要走开！不要走开！哪里烟熏了？
我不能相信你。要这样长嘛，这个眼线。你不要这样子，要相信我。什么？是什么？谁可以告诉我？我憋了很久啊！天哪，这什么我也不知道啊！别闹！鉴于你的脸，所以人工，这人真的一点化妆天分都没有。我笑好酷哦！还有另外一边。嗯，我觉得很美啊，天生丽质，是不是？你说，加点水啊，好像不能散开。你要用这个水蜜下来啊！水蜜你也是画到一高一矮，什么？你自己看。那王爷又来玩了，我在帮你打广告哦。打广告，你知道我要玩什么游戏吗？不知道。剪刀石头布，谁输的话就要被画一笔很丑的那个在脸上，管你多丑都好。然后大概三盘，你在讲什么？一笔很丑的一个东西在你脸上，一笔三盘两分。说一二三，你看一笔，你可以是插下去，然后哗哗哗哗哗 ，Yeah, you know? OK, 我们就是这种自虐型啦。基本上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你这件事情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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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! 你是我的神秘嘉宾，你就要来给我虐的。Yeah, so now we, 哎，也有哎，完了，都在这边，这边，对不对？停，先吧。你口红。你也感受到那种感觉。Thank you.
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实行我愿赌服输的计划了。Let's go！ 我现在风吹来，我觉得我脸充满着食物的味道，很复杂。哎呦，我们选定了一个很多人的 super， 是这个人选。他讲我的 mission 是要去一间店，然后跟店员买东西，然后过后要问他看我这个妆如何，然后叫他评分一到十。这个人现在在大街上来履行他的惩罚。去找小咪先，这边喂，左边。我就心塞，因为我都心塞，要说我要拿一样东西啊。去跟小咪打个招呼。小咪，你好。有人被惩罚，他自己撒娇，这东西他自己种。哎呀，你要做好，快点！来，我访问一下。而且还要出街呀、啊。访问一下啊，你觉得这个人的妆怎样？给几分？一到十分，你给几分？你是讲丑的？我不懂，随便。美啊，给美啊，给美的程度。还好啦，四分。啊！哇，你笑。我觉得我永远都要去干哪说？你可以不唱歌去吗？问他什么？那个几分呢、啊？还给没有给分吗、啊？喂喂喂喂，快死喂！喂喂喂，哇，你快点的。你要给他点哪刀？巴巴马卡。Satu hingga sepuluh. Ha. Makkah. Ah, Makkah. Makkah untuk apa? Makeup dia 0.5. 你画，你画，心塞，这是你画。OK, thank you. Alright, 你画 OK, 是你画。就到此好了，今天我们的mission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分享我们的影片。还没有订阅的你们，记得来订阅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